那么今日要为大家来分享一首比较较无同款的这个歌曲。这首歌是由着咱日本《暗壁之母》这首真好听的一个日本歌曲所改编，由着咱目前阿明宏所主持。爸爸在哪里？自细汉就知爸爸，伊的身躯边，不知为啥代志，烦阮做起。今无伊，阮的来变成流浪儿。爸爸你在哪里？爸爸你在哪里？你家在阮的嘴巴里。来到夜都市，无朋友也无钱，不知要倒去。大声来叫着伊爸爸的名字，爸爸你在哪里？爸爸你在哪里？紧转来阮的身躯边。那么这是邀请到咱啊，这个日本战败了后，有一位妈妈在这个海边在咧思念着伊的囝儿，希望伊的囝儿会当平安倒转来，但是真不幸。这个妈妈在海边一直在等，在等，等到拢咱看头毛变白了。所以讲，在这个母亲节本来是要来欣赏着这首，但是歹势找无着这个原版的国台语歌曲，所以讲，甲大家不客气。